Hello，酷狗。嗨，大家好！哎呀，今天都9点半了，然后咱们从7点来钟起来就开始打蛋了啊，然后争取今天100多份全给大家发了。先听一首歌吧，学毛将。我妈妈今天早上特意早起包的水饺。啊，对了，累了，累了，我多吃吧。是啊，你大奖哈。光你一个就得1斤半。哎，这不咱俩天忙，小孩想吃饺子，还原来弄点鸡油嘛。我想着那个丽丽就爱吃那个鸡肉搁芡的包饺子哈，哎，我就给到人到了这包上个饺子给她吃。你几点起嘛？我6点钟，我早上录的。哎呀，太早了。不小丽呀、啊，嗯，省钱呀、啊，嗯，买摊不得花钱嘛。9点，汤圆吃，这还是上次买的呢，团团圆圆的。还包的鸡肉饺子，嗯，咱妈还包鸡肉馅的饺子，是吗？嗯，大早上知道我，大早上知道我喜欢吃这个饺子，烤了我的是了，嗯，还有汤圆的，上回大妈来没？啊，没吃了吧，妈的，嗯。差不多了，我看。每一块都精心包装。哎，互相被摸了。嗯。不是夏天，嗯，冬天是怕冷哈，嗯，怕冷怕冻。看啊，每一块都包装哈，包苹果似的。对，让我下吧。要风太大了，嗯，吓死了，正好绝对动不了了。嗯。所以5斤的箱子，这个箱子已经当稀有了，加不得进去东西了，偷摸。是。来，这蛋一粒，啊，等等，嗯，正好了。大家都吃完饭了吗？吃元宵。嗯，贼好看。有点小，下回得买个大的是吧？我们吵吵啊！还能给姐安慰一打电话，说妈，你办什么饭？我说包的饺子。干什么事？我说搁的鸡肉。你姐说什么？妈，我说是你也没找个鸡肉包饺子，除了肥肉就是那个。嗯，吃吧。我说咱家不行啊。现在行了是吧？妈，吃吧。咱家还真的不行哈。都是猪肉，哎，嗯，有几肉的少，嗯，感觉一个不吃少哈。妈，你尝尝吧，尝，嗯。老不能干了，我就是个小碗，能干的就是个大碗。你看看吧，我那个碗那天大了呢，一刷掉了，刚刚。